首先，祝贺美国长城杯国际艺术节的隆重举行，也祝贺方炯先生的美术展取得圆满成功。方炯先生啊，是我们温州知名人士，他是个书法家，他的书法、他的画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。其次，他是一个教育家。方老先生80多岁的高龄，仍然活跃在教育战线上。他有一大批的学生。三，他是一个慈善家。他这几年啊，那么高龄，很多拍卖的书画取得，都奉献给了咱们家乡的慈善工作，特别是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教育发展基金。另外，他更是一名文化使者，他自己把这个一生的精力啊，都投入到中美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当中。他这个像这一次啊，他那么高龄还到美国去展现中华文化，所以说王先生是一位教育家、画家，更是一位慈善家和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在这里，我祝他的画展取得圆满成功，也祝老先生身体康健，全家安康。